Shirl,你一直都是我的唯一。经过好和坏的时光，我一直都想跟你说一句话，但我没那个勇气。黑是黑，白是白，你是黑还是白？我是白还是黑？黑和白能不能在一起呢？我宁愿珍惜回忆，好过面对你的拒绝。对我就像这纸鹤，我们从小的同校，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、玻璃、大学，大学我考不上。就像这纸鹤，飞吧，飞去找你的幸福吧。谢谢。我会珍惜和你在一起快乐的时光。哎，八度有还有啊？还有八度吗？没有，不可能没有吗？女生还没出现呢。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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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真的是被输逼了，他真的是被输逼，叫我来这边一个人 all the way 啊，连这 play 开始出来了啊。一直出来哇，出来就很快啦，叫我进来就很慢啦啊！哎，这种戏没有人要看的，两个没有我，你们肯定也要赚不了钱的。OK， 我跪，我跪，听好，我跪。再给我两分钟。讲真的，我需要这两分钟，这两分钟不要浪费时间了。我做什么都可以，你要我裸泳啊，去拍戏啊，还是说周末啊，拍龙死人啊，我什么都可以。But please， 我这两分钟我要去跟告白，告白荷叶上我有唱，唱三分钟，三分钟，三分钟，我现在知道多少？三分钟。安迪，你的查某寄我地图无？无。安迪，安迪，你知影伊去倒落未？唔知。安迪。璇，我很喜欢。